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的组长何启功。新冠疫情的疫情已经传到全世界，为了降低演艺社区的感染风险，请大家要保持一天的社交距离，用公手打招呼来代替握手，并遵守以下几点。第一，老拍手对不下，室内的时间要保持一公尺半，室外每一公尺，要做得正确戴罩严，是做得不是守社交距离的限制。第二，多密闭的空间，人员较多的地方，所以全部戴罩严。像安尼坐天台的时间、吃饭的时间是无讲话，吃饱饭要戴好罩严，让做得讲话。第三，病了结束，拜托你要注意自家的身体健康。譬如艰苦的时间，要记得戴罩严，记得去看医生。要老医生讲，以内以内为理想，保持社交距离，是要保护自家，嘛要保护别人。